大家好，我是 So Good 清幽品牌代言人欧阳娜娜。我代言的宝藏雪糕 So Good 它送给我了一个小礼盒，然后今天我就要来开箱一下。先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超级可爱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噔噔。我先拿一个我最爱吃的是这个口味，一只小粉。这里面我最爱的就是这只粉粉嫩嫩的白桃草莓优酪乳，然后它是零蔗糖，所以好吃好看，然后又不会发胖。它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像把优酪乳给冻起来了。然后它里面还有就真实的草莓的果肉，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算是最喜欢的一个口味吧，所以很适合控糖的姐妹们。然后它这个礼盒里面呢还有附很可爱的发带跟发贴，有一个必定能瘦，好，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发带，长这个样子。那 So Good 的雪糕除了零蔗糖还有这个低脂的系列，像这杯金钻凤梨口味的热量都不到90大卡，这个柠檬茶口味的雪泥是零脂肪的，所以就非常适合就是夏天在家里躺着追剧吃的小零食。因为吃雪糕就是其实有时候也会有比较罪恶感，会害怕自己发胖，那这个就是一个最佳选择。那我也很喜欢 So Good 清幽的清零概念，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为了比如说体重啊腰围体脂这些数字感到焦虑，那我觉得其实就会特别想把这些压力都清零，所以好好享受就是吃一只低脂又不会发胖的雪糕吧。现在上天猫和露雪旗舰店美食大牌日活动有超强优惠等着你哦。